挂载 ISO 档，在以前在 Windows 底下，如果你有 ISO 档要挂载，你要虚拟光碟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的系统，个人觉得这个功能超贴心的，超级棒的。为什么？当我们有一个 ISO 档，我们知道 ISO 档都是一个压缩档，当然你可以把它解压缩，那个太辛苦了吧。我们有更好的方式做，就是直接按右键，直接用磁碟印象档案挂载器，你只要点它，原来它就已经挂起来了嘞，不用一秒钟，不用一秒钟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啊，如果你不要了，直接按这一个退出，哎，它不见了，哦，它不见了，哦，挂 ISO 档就这么简单。我们四株机器下去之后没有光碟啊，怎么没有光碟机怎么办？可以用 ISO 解决。解决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虚拟光碟，装一个虚拟光碟来执行吧。可是你会发现啊 ，Unity 竟然这么贴心，它只要凡是看到 ISO 档，你就可以直接怎么样，把它用它挂起来，挂起来它就出来了，那你就直接可以取用里面的档案跟程式。然后你不想用，直接再按一下，原来就没有了。这么贴心的功能，好，让我觉得说，哦，这个设计真的是超贴心的。